Hello，你们好，猜猜我在哪里？你们好呀，早上好。紧紧握着青花细舞，不是幼儿园，不是幼儿园。给你们看，点点赞，欢迎你们。你们好，早上好。我在一个农场里面，特别漂亮，山里面。你们好啊。欢迎你们，早上好。你看，阿姨在做饭，我在一个农场里面。早上好，过来，这头才踩个，点点赞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早上好。在一个农场，在我们老家。早上好啊，点点赞，欢迎你们。女朋友跟我一起来的，我们一起来的，好不好看？这个地方特别大，特别安逸。陪你到最后。是的，福生农场。你怎么知道？在这个福生农场。大壮过来，把人秀到位，真的。他可能有点饿了。好漂亮，对对对，在我老家。特别漂亮，想不想来做客呀？你们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特别漂亮。那边还有水上餐厅，然后经常还会办那种草地的音乐会，马鞭都知道。对，是的，帮我点点赞呗，欢迎你们，过来，大壮。过来，过来，走了，我走了，来不来？就那儿扯的呀的，要的，点点赞，欢迎你们。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啊？你们，好不好看这个地方？有点冷，我的衣服打湿了。昨天，我不是你，走开！哦哟，走开！这是我的面，你还想吃面？还有一点点饭，要不要弄点嘛？啊？要不要弄点？要得，给我弄点嘛，要不？那就昨天来打一个蛋糕，弄点。要得，洗洗脸，走，快点。是的，是的，点点赞，欢迎你们。这个地方很漂亮的，这么大一碗，是啊。我说吃饵呢，然后那个阿姨跟我说，饵。啊？要得。大壮，你幸福了。我就吃这么大一碗，你看，起码一斤。三两，没有一斤。哎，不在，他们不在，没在。我昨天上来的，住了一晚，昨晚在这儿。
这个娘娘煮的面，阿姨煮的面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试一下啊。我和我女朋友来的，一天的口粮都干了，她在睡觉，真的特别香啊，特别好吃。我女朋友在睡觉，我现在在老家的一个农场，我的表哥开的这个农场里面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大。就是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说一声。好的，好的。是几天不直播了？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，还有水上餐厅，还有草地，他们经常在这儿做那种音乐节啥之类的。几天不见你直播室啊，点点赞呗。女朋友没有回家，不通知我到时找你上阵子，必须要通知你噻，为了你巴不得的人情肯定都要通知你噻，是不是嘛？你不来闹干人情啊？是旅游景点吗？相当于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，很好。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我想的是，对，在我们这边，反正有一个大计划，接下来慢慢给你们透露。我现在暂时还不能说。想不想来做客嘛，家人们？谢谢点亮粉丝团，帮我点点赞哈，谢谢你们。就山里面有点冷，只有14度、15度。过来，想是吧？好。到时候我在这儿给你们拍视频哈。对，坐城再告诉你们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搞个盆装面条，不是那个阿姨给我煮的，她就用的这个。我说我吃二两就够了。他说你人高马大的，我说那就三两吧，给我煮个三两面。在我们老家的一个农场，特别漂亮，在山里面。我们深圳这边开空调。我爸妈在家里啊，在乐山。你这碗面太干了。是不是准备在这里办喜酒呀？你们猜一下。好大碗面，是啊，大碗面。干的好吃，有味道，是。我特别喜欢吃你们重庆的小面，特别好吃。我不在深圳，我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雪口山系镇福生农场，这是我表哥就是他们做的一个农场，特别漂亮。等一下我吃完带你们去逛一下。爸爸和妈妈和好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慢慢就快了。我今天过年我就想回老家，然后那个以后你用盆装面条好 OK， 你们帮我点点赞，把人气表灯牌亮一亮好不好，谢谢你们。可以到处看看，那里好赚钱。我吃了，我带你们去逛一下，想不想看？
真的好漂亮，我觉得就像那种世外桃源一样，无忧无虑的在这里生活就很爽。我马上吃完我就带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想来就在雪克山过年，想的是可能会看看风景。马上我吃完我就带你们看，真的很漂亮的。我家没有山，你是来自哪里，阿姨？你们都来自哪个地方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对，要慢慢做思想工作。新疆。早上好，上海。我之前在上海待了5年，以前我在上海做音乐唱歌，在酒吧驻唱，然后还做那种公益的路演。女朋友跟我一起来的，她现在在睡觉，还没起床，昨晚睡得有点晚了。昆明，新疆，南阳。好的，吃完就带你们去看。他爸妈，我还没有见过他爸妈。暂时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。嗯，好吃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有机会如果来我这边做客，我煮面条给你们吃。我煮面条还可以，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辣。我们四川这边要吃辣椒。打电话骂你，是。嗯，对，我是彝族人，土生土长的彝族男孩。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老家，马边彝族自治县，特别特别好玩。我也是彝族人哦。你是彝族最帅的男人，真的吗？我们彝族帅哥特别多，我的话一般吧，只能说。父母还没有，还没有呢。大伟，你未来丈母娘对你同意做她未来的女婿吗？就是，应该不同意吧，因为她家很有钱，可能看不上我，就一直就有点不喜欢我那种感觉。家里太富有了，然后。这个不多，只有3两。大伟，你也开这样的旅游景点，我们就到你景区花园住上你一个礼拜。真的吗？如果我开了这么一个地方，你们风景特别好，特别漂亮，你们愿意来吗？愿意来的举个手，我看一下。